这有很多流浪猫啊。猫都不大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猫都不太大。我看来我给往前面那个方向走啊，先过地下天桥吧。这边治安不知道怎么样啊，先来先看一看。哎呀，孤独的旅行者呀，猫咋还跟过来了？那猫喵喵。那个声音我也不知道叫的是啥呀，它可能是饿了，我也没吃的。我把那汉堡昨天晚上给吃完了。哎，你看它这个墙上没有涂鸦，这面倒是有。哎呀，那猫叫声好凄惨呢。刚才我在那个火车站里面呢，也看到两只这么大的小猫在那儿哀嚎，我操，太他妈惨了！哎呀，这是出来的样子啊。早上7点钟都没开门呢，而且今天是周末。今天是周末呀。估计很多地方可能给休息了，啊。